虽然因看不到，但是做就对了。如此，无形中已经布下善种子。这个对应到我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阳光，是非常有正向的，因为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正能量。然后心情爱放好，平常卖安利会压力哈，不宽不如心宽了。在五年前罹患了乳癌，在这段时间也很认真的在接受治疗，透过上人的法，让我勇敢的面对这一切的病痛。班长，你不是神话年龄？对。当身体有好转之后，就全心全意的投入慈济的一些活动。好，五安，来，先往这边去了。还包括走入校园，推广环保教育跟师生的一个分享，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回响。我真的喜欢读书，我想要再重读，我就会把它做记号。草木风霜闪电光，看淡人生不久长，有生有死皆有命，无来无去亦无生。人的生命就像一滴露水一样，在此际一针一线我都充满了感恩心。当我的体力啊换那年啊，要是说自己吃的算多啊，我都会去想到讲吼，这些东西我们送给人的时候，都会让人起一份的欢喜心。一点的紧张吼，甲因互动，爱因欢迎，欢迎，嘿，欢迎，伊就讲，欢迎主持人，嗨，你好，这个怎么了哈？学校搬走。先搬走，我的时间就空出来了。这些法亲觉得有时候比亲姐妹还亲。一个月之前，我安尼困起来，人拢无感觉喏，啊，削一个尔，我规个面拢歪掉了。即卖好足多啊！有，我即卖有啊。这些眼睛都睁得很大，而且让我遮开对。对吗？我右肩受伤哈，10月15开刀，啊，大家都说，欸，让我在家里休息哈，我还是想要来上读书会哈。1253页，跟你分享这一段，跟大家在一起那种共鸣哈，那种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可以大家共同分享，听上人的法，让自己可以更成长。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，太棒了。中东地区。